我他妈的不知道我助理给我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啦，聊天室，台湾顶级熟女里面有我是不是？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台湾顶级熟女，这个有我在里面太过分了哦，他们可以当我妈哎、欸，这个叫做熟女哦，我叫做亲熟女哦，你们要搞清楚哦。来，聊天室一定要选，一定要选，选左边 ，OK。不是，这个怎么选啦、啊？哦，当然选市长妈妈，你们都选市长妈妈 ，OK。好啦，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标题，你可以的，不能选妈妈哦，是你可以的哦。蔡圭60，龙千玉63，好，龙千玉，抱歉了，蔡圭姐，哈味简有点哈味，彭佳慧，彭佳慧啊，要死哦，蔡琴，陈雅兰，哎、欸，陈雅兰年轻时候超漂亮的，好啦，雅兰啊。杨丽，她可以当我阿妈哎、欸。好，选右边，选右边。阿弥陀佛姐跟丽晶，这个没有理由不选丽晶吧？62岁这个样子，扭起来了吧？这个没有理由不选丽晶。曲家瑞、陈淑华，我也要选曲家瑞、欸，有这种艺术风气的人吧？哎、欸，59岁这样超顶的、啊。切货歌姬是谁？哎、欸，王彩华年轻时候也很漂亮啊，她那眼睛就很漂亮啊。洪秀柱、苗可丽、崔台青，崔台青现在长这样哦、喔，她不是性感女神，之前很漂亮的、欸。哇，这顶级了，顶级了，聊天室顶尖对决，我真的顶不住哎、欸，聊天室我真的顶不住。右边有权选右边，确实确实，要嘛就是被神罚，要嘛就是被查水表。请问我要怎么选？抱歉了。杨秀慧肯定杨秀慧吧，媒体有不选杨秀慧吧，那么顶。好啦，陈雅兰、王彩华，真的哦，陈雅兰哦，你们的 Bobby Bobby 要不见喽。好，陈雅兰不行了哎、欸，这个要选彭佳慧、欸，她唱过什么歌？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，到今天才发现。啊、完了。右边纯天然的哦，好，徐威、蓝心湄、沈春华，你们一定是蓝心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又电量耗尽啦、啊？徐，啊，不是彭哦，是徐哦。蓝心湄、陈雅兰，成了吧，成了吧。徐威、陈雅兰，不要选天菜，不要选天菜，这边叫做台湾顶级熟女，好不好？我是亲熟女 ，OK。哎哎哎，陈雅兰比较多哎、欸，哎哎哎，陈哎、欸，恭喜各位，这些女的真的逼我去坐牢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64个就好了。雷儿、杰林，宅男女神的啦，冲啊！典威、微微，不是啊，她又没放她胸部的照片，这样到底要怎么选择？肯定要有露出来的嘛。大鱼，好，希尔、魔里花、张优，选大的就对了，选大的就对了。不是这样子打一个熊挡住要怎么看啊、哦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奶在哪里？奶在哪里？奶在哪里？在台上，我们就要拿出最好的自我。像我，直接不穿内衣，我最好的自己就是长这样子。这个布薄的跟什么似的，我只差一点点，我就全裸了。这个头发全部挡住了，没有秀出最好的自己。哎、欸，这个我不得不说，太大了哦，太大了哦，老哥。至少这个有在泡泡浴，没泡泡浴的还给我穿高领挡到这边，没关系。子瑜小恶魔 ，OK， 不是啊，这个游戏里面没有我，也没有 Baby 66是什么意思？老奶不在里面，哎、欸，你们不要这样说哦，我可是法院认证的不老奶哦，我告人是告赢哦。不是啊，啊没有66怎么玩、啊？没意思嘛，要只看大的，那开水小姐赢啦，这边开水最大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们看我这个侧面就好了，里面不要给我穿什么这个往里面弄啊，或往里面弄的啊，全部不准给我穿这个，真实性的来 PK。不是，这选了没意思啊、哦！退取男实况组，选大的，选大的，是不是？那肯定这个大。咪咪蛋放火，但这两个我都认识哎、欸，要选咪咪蛋还是放火啊？我跟你讲，放火是很纯真的人啊，放火啦！龟狗吉永东，哇，顶尖对决都很好笑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选吉永东。NL Eason， 我们熊哥哥，哎、欸、哎。欸这个一点都不难选，罗成员就不应该出现在这边，撞到剪刀枪就他衰了，碰到剪刀枪算他衰。嘉伟魁皮，那帅度这个人第一名啊，我很快就可以选了啊、哦。小草、丁特、薛喜啊，怎么里面都没有小许？
我跟你讲，谁碰到剪刀枪就是要下去。哇，很难我。没关系，你们先想象一下，你们是女的，你们会选谁？我是女的，我肯定选熊哥哥。OK， 哇，这个不是盔皮就很熟哦。我之前呢拍一些情侣的东西，都是找盔皮跟我搭的。但是这个欧文呢就不认识，没有玩过。好啦，盔皮啦，盔皮啦，盔皮啦。怎么两个好像很像，又好像哪里是双石像吗？好，汤米，啊，这很难选。放火就是很好笑，基永东也好笑，可他们两个好笑是不一样好笑。基永东的好笑是接地气的好笑，但是放火好笑，你会会心一笑那种。可是放火牙齿就是很漂亮，我喜欢男生牙齿漂亮。你选东哥的话，感觉他不会帮你做家事，你知道吗？放火可能会为了你帮你买东西或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我们这边一定会选放火。OK， 这边谁碰到剪刀枪，我说过了，你就是下去。哦。这个都符合我喜欢的类型，譬如说双眼皮，譬如说牙齿漂亮，可是盔皮也是好笑。好啦，老盔，你不是第一名，要第二名，好不好？汤米冠伟啊，冠伟，抱歉了，熊哥哥，这边我说过，谁碰到剪刀枪，谁就是要下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要以个性来讲的话，怎么选得了盔皮？盔皮超级大男人主义。但是呢，某些时候他也是很 man。盔皮的话呢，就是你要去洗碗，你要去叠衣服，你要乖，而且不能太常见面。确实，他喜欢女生不要这么聪明的，然后要比较乖一点的。干，我就是超级不乖的那种。就是放火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，他偏小奶狗型，不聪明的等于可以被他骗，比较好说服我们。不要这样说，比较不会整天意见很多，所以我们那边要选放火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打盔皮、刺青。这部是我帮他拍，我跟他去拍的。然后呢，我拍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我就一下这样，一下那样，一下这样，一下那样。你要跟他一起，你就要当他的奴隶。哎，过来帮我拍，哎，过来载我，哎，你怎样怎样。所以呢，不可能选盔皮来放火。我这边说过了，谁碰到剪刀枪，谁就是要给我下去。来放火，剪刀枪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是，可是其实剪刀枪这边也是偏废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阿土或者什么，他们就跟我说。他说：“可是剪刀枪就是也是走废废型的、欸，所以我有一度想要选放火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跟剪出去的时候，他都有照顾我、欸，哎，我帮你用这个，我帮你拿这个，我就觉得哎、欸，不会废废的啊，就是他其实是会照顾你的，或者是会跟你就是互动的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啦，这边谁撞到剪刀枪就是要下去啦，就这么简单啦。这单眼皮没有没有，他有一点内双，不是嘛？我就喜欢他嘛，你奇怪。”